新的总统上任，应该是喜事一桩。可是我们看到在野党，他们打电话进来都说什么？麦奇啦，就这样想没关系，因为以后就习惯了，以后都没有机会再去了。蓝营的三个总统的八年，蔡英文是信任度跟满意度都最高的。我承认，我也认同哦，蔡英文总统真的是一个欧美面啊，尤其是他第二任的后半段，我们发生了什么疫情？有两年的时间没有接受媒体的访问，你没有在第一线，你就少受到攻击。想要问伟汉哥关于国台办点名陈建五位名字有没有被点名的看法？而且昨天宝杰的节目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出大事了，被点到的人昨天还乐坏了，对不对？就。我刚刚到现在也没有对国台办讲重话，对不对？你会对国台办讲重话？等一下你讲讲重话给国台办听。没有啊，国昌就讲重话啦、啊。这到底在搞什么？想问廖伟翔委员，赵少康先生召开了战斗蓝挺巧心的记者会，会不会觉得当天的党内同志太少了？其实我是根本没有被邀请到，他可能没有，对他好像没有把我列在战斗蓝。是。你这样问他，我看起来很怪。请问前子姐会不会怕黄国昌因为暴冲拖垮民众？我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柯文哲越来越受到黄国昌的威胁。黄国昌过去是时代力量，时代力量已经某种程度被他搞垮了，可以这样讲吗？好，已经没了。好好讲话啊，你看看他。